现在我们到了那个大雁塔，干妈车停下，现在带奶奶在大雁塔转上一圈。老人家呀，有好几年都没有来到城市里了。我们现在能看到大雁塔，看今天的人也是蛮多的。今儿星期六，现在带奶奶坐上了这个观光车，一个人20，可以绕大雁塔转上一圈。车走的比较慢，也比较稳，坐起来还蛮舒服的。大雁塔坐落于古城西安南郊的慈恩寺内，是玄奘法师印度归来为供奉经书和佛像舍利等物建造。车坐不？奶奶现在到处在观望，在灯光的映射下迸发出。我要坐观光车转一圈，坐不？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北广场。看，从这个位置看那个，从这个位置看那个大雁塔的那个特别视野特别好，是不是？然后从这儿到大雁塔的那个位置，看到没有？看到那个白色的那个墙没有？这全部都是音乐喷泉。晚上它的高度呀有多少米我也没有量过。观光游览车啊，来过大雁塔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这个晚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。没有来过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来看看哦。好好的，谢谢啊，没事。刚才这个大哥说一共免费赠送一个小火车票，让我奶奶的就60块，让我奶奶去体验一下。谢谢大哥，感谢。给我那张票，我给你写一个啊。物尽行胜之地，于是，在长安城的东南部，选定金沙坊作为建寺地点。这个地方拿那个票过去就行了。谢谢。不是，非常感谢这位大哥。慢点。是完全。对，咱慢点走啊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刚才那个大哥看奶奶年纪比较大，然后看我们两个独自就是坐车逛，然后他又免费的送我们一个套票，然后去坐小火车在不夜城里。非常感谢那个大哥。这个小火车来了呀，奈汪边啊，我们等一下就要坐这个观光车，然后绕这个大唐不夜城一圈。我现在要带奶奶去乘这个火车啦。好的，最后感觉咋样？聊不聊？聊着呢。